基隆知名排队美食星星牛轧糖，60年来坚持手工制作。老板黄俊成接手父亲传承的在地精神，严选来自纽西兰的奶油以及日本的 L 阿拉伯糖，加上当日现炒的台湾云林花生，依照环境温度和空气中的湿度去调整火候，还有熬煮的时间，每天纯手工现做现卖，使牛轧糖的软硬度、香度在最佳比例。咬下去的瞬间，乳香味、花生香四溢，口感扎实。坚持手工传承下来的60年老技术，经过改良后，不甜不粘牙也更健康，还荣获中华民国优良食品评鉴会金牌奖、台湾在地美食网络票选第二名等优秀奖项，也通过 SGS 安全检验。星星牛轧糖快速的在电视节目报道上成为众人指名的排队美食。60年前的味道，吃得到的老味道。